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广州这座历史悠久又活力四射的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的广州人在全面刷新的技术环境下，一面继续弘扬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一面拓路而行，探索创造科学技术前沿的新文明。2018年1月的一天，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一名因严重车祸导致颅内损伤的患者即将进行第三次手术。上一次手术中，为了颅内减压，主刀医生卸掉了患者的两片颅骨。如何对这两块缺损的颅骨进行修复，是这一次手术的核心任务。这是一个25岁的一个青年男性，车祸外伤，就导致一个钢筋从的下颌部贯穿，通到了颅内。我们去掉骨头的可能范围比较大，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修补。取出这个异物来之后，后期的神经外科的一个处理是非常重要。不修补的话，在材料上有什么好的建议？现在有一个新的材料是三代的 PEK 材料，它的相容性比较好，塑形比较好，它的弹性磨量跟骨头是最接近的一种材料。与以往的修复方式不同，这位患者植入的是两片完全按照他的需求私人定制的新型人造颅骨。镶嵌式植入的两片新颅骨与原骨密度几乎相同，与缺损区域完美匹配。术后即便是患者本人也很难分辨修补的位置。袁玉宇，生物学博士，曾参与申请全球第一个关于细胞打印的专利，并研发了中国第一项将生物 3D 打印投入临床的技术。生物 3D 打印是什么？譬如脑膜，它像一张纸，别人会不能理解你这个跟打印有什么关系。生物 3D 打印其实是从微观结构上模拟，我们通过打印的方式把人体自身的这种纤维结构把它重建出来，打印出来。生物 3D 打印它跟传统打印会有些不一样，因为它要植入人体，必须要选择能够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促进组织再生的一些材料，每个不同材料它打印工艺是不一样的，进入人体你的精细度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印的材料不是说永远在那里进行替代，更多是作为一个组织再生的支架，实现它再生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颅脑损伤的病人，不过手术做得比较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能够有效进行组织修复的生物材料。传统的修复材料大多是来自动物活体，不仅来源有限，也带来了免疫排斥、病毒传播、风险大等难题。袁玉宇带领团队研发的生物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修复材料，有效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我是98年上的本科，选的是生物工程专业。那个年代我们都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但实际上你真正上大学跟原来想象有点不一样吧。大三的时候，大家同学聊天，听说我们广东省高考第二名的一个师姐，北大生物系，毕业了以后去了酱油厂，当时对我们内心的打击比较大，大家纷纷考虑，要么换专业，要么出国。我是2002年本科毕业生，去美国 Clemson 大学，它是全球生物材料的发源地。10几年前，中国的整个生物领域，无论是基础研究水平还是产业水平，跟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去到相当于是从零开始，什么都不懂。从零开始的袁玉宇，不到4年的时间就获得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9月，出乎身边所有人的意料，拿着2份世界500强生物科技公司录取通知的袁玉宇选择了回国。
博士毕业前我在一个公司实习了半年，待了几个月以后，我觉得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就像一场球赛，结果已经知道了，我未来的人生我已经很清楚了。华人你在技术领域里可以不断的提升，但你想在更广的领域提升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想法就要回国就早回国，趁着年轻，我即使失败了我还能再来一次。刚回国的袁玉宇发现国内再生医学产业几乎空白，90%以上的产品仍依赖进口，进口产品价格昂贵，而材料也未必优良，还造成病人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些高端的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是欧美品牌的天下，既然回国肯定是看重国内发展的机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过程，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资源，这个技术没有相应的设备，自己要想办法把这个设备做出来。困难的时候我们发不起工资，有几个学员他去借钱来发工资了，但你在团队面前你必须表现出非常自信和淡定，压力不能表现出来，自己去承担。正是你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有支撑了你去往前冲。面对困难，袁玉宇决心背水一战，靠产品说话。2011年，经过3年的努力，袁玉宇带领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再生型植入类医疗器械产品及第一代人工硬脑脊膜。目前该产品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10万余例，打破了国外产品在高端植入类医疗器械产品市场的垄断，而其价格仅仅是这些国外产品的一半左右。生物三叶蛋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工作是在材料层面的打印，但其实真正的生物三叶打印是从细胞开始，细胞可以一颗颗一层层的喷，形成三维的结构。然后在未来，我们需要把细胞和材料结合在一起。现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有很多，但现在供体很少，所以未来我们能否通过生物三叶打印的方式，把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体的活体的组织和器官把它做出来，这是我们整个行业的理想，也是我们最初提出这个技术的一个总的目标。我想未来我们通过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像这种通过打印做出来的具备完整功能的器官移植到病人体内，给他们带来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去做。走在科技前沿的生物 3D 打印技术，为人类的健康找到更有效的维护方式。当科技先锋们往前拓展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之路时，也有一些潜心于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勇于探索全新的营销模式，挽救濒临绝境的民间公益。是这一件定是件大五福啊？发货？为什么要拿这一件啊？库存没货了吗？没啦，依家赶住发快递啊！哦，好啦好啦。是不是还有一件是要给个客的？每天早晨，小茹和丈夫阿荣几乎都要经历一天中最为忙碌的时刻。在快递公司上门前打包填单，默契配合，最重要的是避免忙中出错。好，搞掂晒。啊，应该英国噶啦，搞错啦。OK。挂在小茹店面里的每一件裙褂，几乎都是夫妇二人亲手绣制，与普通的刺绣不同。这种特殊的绣法使得每一块缎面都格外精致华丽，闪闪发光。这种绣法被称为钉金绣。大概是5、6岁那个时候，家里面做的就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然后就感觉很漂亮。我妈妈还有身边的所有阿姨其实都是从事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整条街都是做刺绣的，一放学回家就帮忙啊，穿着呢，一直在以一个帮忙的角色啊去做这个事情。妈妈说刺绣很辛苦，但是起码我自己会觉得
哪怕我辛苦，但是我喜欢。同是刺绣家族的小茹和阿荣青梅竹马，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钉金绣是越绣中独树一帜的手艺，从唐代开始就有记载。清朝年间的对外贸易中，钉金绣成为极受欢迎的贸易品，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绣架。华丽绣衣的背后是16道工序，一针一线的功夫。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小茹在裙褂的式样上进行了大胆的改良，但一针一线的功夫是不能省的。从我们自己的基本款式到刺绣最密的挂网，那是大概要花上3个月到1年的时间，更长的可能需要3年时间也说不定。每天坚持10到12个小时的刺绣，当然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就会是看到新娘穿着我们自己做的一套手工裙袜很完美的嫁出去。每一天刺绣一点，看着她一天一天的长大，其实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尽管钉金绣伴随着小茹和阿荣的成长，但这一传统工艺却遭到了当下的冷遇。开始的时候啊，真的很艰难。2002年到2005年的这个期间，3年里面，总共只接了3张单子。一个月的平均收入还达不到1500块钱。我们要重新把这样一个传统的行业很没落的状态要把它复兴起来做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就在工作室举步维艰之时，夫妇二人敏锐地发现了一丝可能的转机。正好在那个时候开始有淘宝，开始在网上面有这样一个平台去让我们创业，给我们的一个优惠也就是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会很害怕这样一个新生的平台能不能支持下去，但是你不去尝试可能就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看一看能不能闯出一条出路来吧。Hello, 米修。Hello, Sherry。你好。来露一下头。现在是上午11点半。我们这边是晚上7点半。我们有8个小时的时差。你看到这个了吧？我收到了。哦，看到了。要不试穿一下，看看上面有哪个小细节需要动一动。对对对。Beautiful, 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我最记得是我们自己在网上面卖出去的第一件改良裙褂是在2005年的6月份。新加坡的那个美女在香港在澳门那边全部找遍了，他就说完全找不到想要的那种。很机缘的情况下，在淘宝上面我发现了你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觉得，既然已经有第一个客户认同我们，那我们就有很大的希望。英国啊，同法国那边。如今小茹的裙褂已经通过互联网卖到了世界各地，精细的品质建立起良好的口碑，让小茹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40%-50%的订单都会是在国外，基本上每天就是6点钟起床，最忙最忙的会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凌晨2点钟。小茹是属于一种冲动派的一个状态，她想到的东西她就必须马上动手马上完成。而我呢，我属于逍遥派的一种吧，我做事都是慢条斯理的。100%的客户都会说，你的老公绝对不是刺绣的，但事实上他确实就是一个做刺绣的人。
我哋细个后生嗰阵咧，做就好多人做，问题上就系太辛苦。以前细个咧，成日都见到你哋挨夜，结果而家咧又，我哋一代都系冇谂过你做呢行，只不过以前咧就谂住你细路仔玩玩下咁嘅啫。我唔知道你今日真系会做到呢啲咁，唔识就要学，唔识就要问。见到边度好睇嘅，你就估量下佢，系、啊、但系大个女大个咧，又教翻个女做，知唔知？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丁金绣，大家见过没有啊？见过。自己动手做一下。小竹的技艺受益于母亲的口传心授，为了使丁金绣这一传统工艺代代传承，小竹选择了公共课堂来传授这门工艺。小竹的丁金绣代表中国之美与世界对话，他的异国顾客中有很多人会用微信与他进行沟通，而代表中国智慧的微信技术则为全球的社交方式贡献了一种中国解决方案。位于广州海珠区的 TIT 创意园曾经是广州纺织机械厂的厂房，如今这里却是广州最具活力的科技创业园区。陈月伟，微信基础事业部开发总监，与身边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每天他的工作都是从路上开始。安迪啊，我们等会那个在 B 五开会啊、哦，你记得过来，收到回复一下，谢谢啊。就在这几栋厂房改建的小楼里，运转着目前全球月活用户数已经超过10亿的微信。我们之前的那个语音编码是 MR 嘛，对吧？对 ，MR 是大概60秒是40K。陈月伟2010年加入腾讯广州研发中心，在南方通信大厦一个约20平米的小房间里，与另外10位刚毕业的同事一起，从无到有构建出微信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有些神秘色彩的初创团队，如今被内部称为“小黑屋11人”。小黑屋团队实际上压力确实是很大，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产品已经发布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一家是香港，一家是国内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打得过他们呢，更多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能力比较好，1%是吧？对，是1%是比较。那个时候很多用户都用的是2G 网络，网速就比较慢，所以当时我们其实考虑了蛮多。第一个就是我们选择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编码，又可以听得清楚，占用网络的带宽比较小。当时我们有口号叫做30兆流量可以发1000条语音嘛，确实我们是做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按住这么一个动作是我们一个最核心的设计了，录了几秒的时候其实已经立刻把这一段数据传给对方了，所以它是边录边传，它不是一个录音，它是一个说话。2011年5月，微信语音聊天功能上线，让这个绿色的小气泡迅速风靡。这种新奇的聊天方式刷新了人们对线上沟通的认知。那微信其实我们整体的理念，它是一个叫异步通讯的东西，打电话我打给你，你一定要接，我们把它叫同步通讯。好，那语音又可以把真实的沟通搬到线上来，然后它又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可以降低接收者的这种压力，不用立刻回复嘛，对吧？2012年4月，微信4.0版本发布，新推出的朋友圈功能在3个月内让微信用户突破了2亿。进来的吧，对，发的东西很不自在的。哎，我们当时是总共做了多少个版本？我记得当时是拿字母来编的，对吧 ？A B C D F G， 一直编到一下还不够满了，对，满了，等下要改成阿拉伯数。这有个统计，就说是34个，那可能还不止，因为那个只是我们可见到的。与国外同类型的应用不同，微信朋友圈中只有共同的好友才能看到朋友圈的评论和点赞，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或许来自中国古老的圈子文化。家里人呢看到的是一种对话，同事圈子呢可能就是这个甲乙丙在聊，不做全范围的辐射，是收窄在一个圈子里，实是对这信息的一种筛检嘛。就这样做完以后，就感觉下面每一条评论都跟我是息息相关的，对。
我记得发布出去的时候呢，一开始出去别人还看说，哎，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像是别人家的样子，用过 几下以后呢，又发现你们不一样啊。即便是亲手敲击代码设计朋友圈的团队成员也没有料到，他们的作品很快将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短短五年多的时间，伴随着公众号、微信支付和小游戏、小程序等新功能的推出，微信的用户数量以几何级数攀升。以前我跟我爸妈说，哎，我现在做 QQ 或做什么东西，他们都不懂，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跟我老爸老妈说，这微信是我做了，他们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日常都在用。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你带来的一种愉悦感跟成就感，其实是很难去有其他东西可以去比拟的。如今微信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向全球推出了20多个语言版本。微信的迅速成长吸引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业人才。你也看到现在同时在线有拍影，大家习惯吧这边饮食。它这个是米粉做的，它不是面粉做的、有鸡蛋就有蛋白质。凯文·詹姆斯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实习生，如果能顺利通过考核，3个月后他将成为微信团队的一员。我是之前在一个美国的大公司，动作质量会很高，但是动作会比较慢，就是看到中国的发展是挺快的，谁都在用微信啊，就想加入你们。微信实行不打卡不坐班的弹性工作制，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参与研发的产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成就感成为激励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动力，也成为团队永葆创新活力的源泉。大家都很认可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产品来取悦自己。所以我会看到现在可能有蛮多同事都很晚才回家，除了说工作可以得到他要的报酬之外，更多还是可以在这里实现他的理想，把这个作品做得越好，那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嘛。不行，音效不好是吧？因为这两个不是同步的，不能戴耳机的话，我效果肯定会差很多。耳机不行。这是开始了吧？对对。好，那你们不要出声了哈。每一个个体，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思考，都有自己的大脑。那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更有一些优势，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无论是研发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袁玉宇，还是搭上互联网国际营销快车的小卢，亦或微信科技创新团队，他们都是新时代开拓进取、追求幸福生活的引领者。广州这座蕴含深邃历史厚度的城市，以宽广的胸怀、满怀大爱，勇敢地拥抱着生活的热度。千年的涛声催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广州人，贡献着一座城市最大限度的力量与梦想、大爱与荣光。